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墨金。可爱又益智的游戏可以说是寓教于乐，在游玩的过程中还能激发想象力。现在有一款经典的动作冒险益智游戏将要推出久违的续作啦，赶快一起来创造有趣的玩法吧！自《描绘人生》《描绘人生神之人偶》系列以来，过去了十多年，延续众多原创开发人员的努力，超过50首新配乐以及超丰富的 2D 世界，这次的续作《描绘人生》双重领域将带来更精彩绝伦的故事。本次故事将在前作结束的几年之后展开，玩家会在拉波萨和人类国度之间展开冒险。熟悉的玛丽、乔伊等等多位角色们也会再度与大家见面，帮助玩家揭开暗影的秘密并拯救世界。游戏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发挥想象力，创作自己独一无二的英雄角色。在全新的创作工具中，拥有上百万种缤纷色彩、独特贴纸、范本、新英雄动画，定能够把你的无限想象化作现实。本作还使用了崭新的创意玩具放置机制，玩家必须透过各式各样的玩具摆放来帮助英雄通过关卡。搜集独特的玩具来过关也是乐趣之一，随着游戏过程更可以解锁额外的贴纸，进一步自定英雄的外观。充满无限可能的描绘人生双重领域将在12月8日于 Steam、Switch 及手机平台推出，而 Steam 和 Switch 更有推出首周限时8折优惠哦。想试试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吗？那你绝对不能错过咯。